只有一种灯光太单调，这个软垫材质的灯泡还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抓颜色，不被吹灰之力转换各种不同灯光。所以说我们抓一个海绵膨胀的这个意象来发展成吸颜色的灯，能类似滴管的感觉。所以说当滴管吸液体的时候，就会把颜色吸上来。如果出门在外求方便，还有这种不占空间的折灯，就像是小朋友做劳作一体成型的折纸，配上 LED 灯泡和 PP 板随身带走，一系列的桌灯不仅好玩又实用，也让设计的创意更丰富在生活中。